是爸爸。哎呀！怎么样了？什么怎么样？苏茶的车，爸爸你怎么了？哎，苏茶是谁啊？我们就不认识苏茶，而且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必须当做所有的事情没有发生过，否则警察一旦找上门来，一切都写在我们脸上。 告诉我，那天晚上你到底看到什么了？他们只有一个办法得到证据，就是利用你的恐惧。如果是在编故事，就把故事里面的人都找来。说谎很容易被发现，不要试图去编造没有发生过的事。所有遇到的人都可以为他作证。他们现在没有证据，记住，所以拿我们没办法。 把人放出来呀！孙老板一家人都是好人，是大好人呐！老板，你没钱？这一关终于过了，才刚刚开始。